欸，欢迎大家，我是祥里的夜。那但是今天没有要唱祥里的夜啦，就只是因为我绰号叫祥里的夜，然后今天又是老的身份站上来，所以就以这个名称来做出场。那因为最近好像大家期中考忙碌，然后感觉到心里好像很多一些压力嘛，那你们就试着想想，其实你们身边还有很多好朋友，他们都是你们的眼睛，可以带着你们往更好的道路前进。那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带给大家一首消防奇本，你是我的眼。Oh,